派出了80多名这个医护人员，30多名这个30多辆的这个救护车。 现场在现场设立了这个救援点，设立了这个救援的快速通道，也准备了。带命，随时呢准备对到无遇难者家属呢开展这个救援力量呢都在全力的这个搜救当中。